定没有刘海。就是我准备，昨天我朋友找我定做了一种健身餐，然后我就试了一下水，然后今天给他送过去。那些时光漫长，仿佛夏天永远。到夏天算是冬天了，特别特别冷。然后今天戴上了我的围巾，然后这是妈妈，应该是妈妈给的，忘了。然后今天还有一个 presentation。然后我们很惊喜，就是我们两个 presentation 嘛，然后也有两个都是 marketing 的，然后我第一个 presentation 我们小组拿了第一名 like the top one， 然后我们整个小组都很惊讶，说哇不可能，但是我们小组挺厉害的，就感觉就是找一个特别厉害的组员也很重要，大家一起合作，然后我们中途也学到了，那就这样啦，今天时间的手掌笑起来，乌云散开，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，有你在的结果总不太坏，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，远去人海，稚气的少女幻想着未来，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，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，还好有你在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。又是住的一天，然后现在正在走过去，不好意思，手有点抖，一直在晃。然后今天穿了特别特别厚的护底，因为我猜到今晚上会下雨，所以我就戴了个帽子。希望以后的自己可以变得越来越好。然后也希望自己做的决定是正确的。还有点沉重，因为刚才想了好多事情，一个人走，哎，我觉得难起女孩教会我关于爱，远去人海。意外，有你在的结果总不太坏。